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都造成全球约1770万人死亡，占全球总死亡人数31%，且预估每年造成2000亿美元的医疗支出。由于心脏病往往来得又急又快，若一旦错失抢救黄金时间，很可能造成终身遗憾。相较于一般市售的产品，都只能在医院或固定地点使用，工研院研发的心脏守护贴是全球第一个整合超音波相关技术可稀释的自制晶片。可连续监测的心脏守护贴可准确量测并预防疾病发生，让你不再心痒痒。心脏守护贴以非侵入性的量测方式测量肺动脉血循环速度、血液输出量、每分心输出量与心跳，可用于一般日常或是激烈运动时评估人体血循环与心血管状况，安全、快速、准确，还可以监测心房震颤并加以预防。微小化高感度低功耗的特色，可长时间监测收集心血管资料，因为低功耗所以没有散热问题，能在高温下连续监测，而较低成本与无需医护人员即可操作，随时可以将数据连线到行动装置后端系统平台，让医护人员也可掌握你的健康状况，让心血管疾病预防及照顾从医院扩展到长期居家照顾。心脏守护贴精准掌握您的心，达到工研院2030年健康乐活的愿景，让更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生活更美好。